人同你讲故事，一起开心在家学习。Story time， 讲古仔啦，自己出林，自己出林，好似变魔法一样。將所有嘅垃圾都處理好曬喎，咁但係咧個翼太細啦，所以飛唔到。有腳仔抖細對，行路嘅時候咧就會左搖右擺嘅。喂喂喂，你哋準備好未啊？我哋要出發揾聖誕老人噶啦！咁迪迪當然就嚇咗一跳啦。佢話：嚇，點解橡皮糖識講嘢嘅？今日嘅故事真係好有意思啊！嘉賓又講得好好聽。听完之后真系即刻充满500倍正能量啊！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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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onut and Amel， 支持 Donut and Amel， Donut 读好书，名人同你讲故事，希望大家都充满希望大家都充满500倍正能量。